好，主播带你关心的是山陀的台风持续逼近南台湾。目前记者所在地方是在屏东的恒春，可以看到呢，在一大清早的时候，目前街道上是空无一人。不过，其实，在整个台风越来越靠近恒春地区，也就是呢，在昨天入夜之后，这个风雨的情况其实是越来越强的。而且呢，其实，在一整晚呢，这个风声非常的大声哦，可以听得出来，其实这个台风的威力真的是相当惊人，而且是持续的在靠近南台湾。也因此呢，在屏东的恒春，目前在街道上这里，其实风雨感受上是相对比起昨天昨晚来说还更加的明显。那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了，因为台风持续的在靠近南台湾，所以大家真的是要严加戒备哦。因为在目前其实恒春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呢，这里的风力测到大概是有八级的阵风，那么也预估呢今天最高可能会有来到十二级的阵风，所以民众也要特别留意了。以上是目前我们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，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